开始，我们现在的赛制呢，待会我要让两分钟，我要让十分钟。我们6:06停的，待会6:08就可以出发了。OK。听闻力所呢，持续在骑乘当中。那我们第一个检查点是25公里的水站，谁在补给站最后一个抵达的，即将获得今天的终极大奖。刚看他出发的时候非常的卖力耶，他很用力到站在原地的时候已经原地热身了，對對對，有超多汗。而且其实出发的时候车子非常的多，可是看起来他是无所畏惧的勇往直前。没错，所以不知道他今天成绩到底怎么样。但我对我要让两分这件事情也是。我有维持吗？剩下40秒了。上次是乐坛的时候是他比较前面吧，还是我？是吗？是他吗？不是你先回来吗？是吗？我怎么记得好像他比较，红底手比较少回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没关系啦，如果我赢的话就胜之不武了。没关系，你等于是加倍赢回来的。但这次没有去日本吃拉面不一样了，剩下20秒你就可以出发了。往这边转进去也是，但你出发之后有点危险。对啊，6:08了，我可以走了。我要怎么？等一下，他帮你挡，好。安全第一哦。有吗？有在录吗？有在录。OK。啊，25K 的水站要停哦。好。呀、我是江德瑞，我们今年又来到了2024年的美丽达彰化经典100K。为什么我现在身后一个人都没有呢？没错，我们今天要进行一个让分挑战赛。那今天的规则呢？参赛的选手会有天魔力佐、视网膜还有我三个人。那决赛的让分标准呢？我是让10分，视网膜让2分，天魔力佐优先出发。我们的检查点是25K 的第一个补给站跟50K 的第二个补给站。谁最后到了就会获得终极惩罚。我现在还在让分阶段，目前我已经让了，还剩下3分钟可以出发。好久哦，10分钟会不会太久啊？25K 感觉追不到哎。希望我等一下可以在补给站优先比他们两个还早抵达。快点，时间过快点。二十秒，好紧张哦！我等一下的10分钟策略好像让太多了，现在感觉已经看不到了，因为我们第一集团跟第二集团中间已经切割开了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Go！刚前面花了很大力气，感觉是有骑超过第二集团追上第一集团了吧。这段来到了爬坡路段的开始，我感觉现在这边会是追到他们的机会，该死掉了。累，现在比较快200公尺，200公尺而已。那大家都在上坡，真的。好。来，补给站的，小心。我的对手不见了。休息。开始计时。哎，终于进来了，是不是？7:06，嗨。7:06，我们刚刚6:16出发。我在上坡的时候，大概还没进139之前，先追到天魔力手。后来呢，在骑了一段的这个139，大概在爬坡2公里左右，就是追到视网膜。现在他们应该都在我身后，准备惩罚吧你们！等一下10分钟，我可以轻松一点骑了，因为下坡下雨，大家应该不会那么快吧。哎，是不是想回家？还好。我刚以为补给站在后面，差点冲过去。因为刚上坡上完之后，
比较缓一点，然后觉得踩一下看看，体力还可以。后面如果是下山下坡的话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但刚刚爬上来，我以为最陡大概5%，就最陡刚刚看好像爬到9%还是10%，但还好很短，所以算缓。我是第二吧？对，第二。第二，你是7.09进来。第三现在哪里啊？十分钟了，我已经等十分钟，加让你十分钟，就20分钟了，太久了啦！再等下去我会过冷。这边雨超大。这边，看你刚好快哦，太久了吧？我刚刚看到你，暂时3分钟了。然后我刚状况吗？小状况。你怎么状况？就是在路边，雨刷先刷一下，你说怎样？就是心脏刚好掉出来一下，然后我刚刚装回去。你刚刚这样没有人撞你啊？你还停下来捡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很不舒服啊。好啦，但刚下雨下来应该 OK 吧？降温太大了。对，然后就那个整个上坡都钱了。你有这样的钱啊？好，我们刚才在想说你会不会有？好，我们来走的，累积一杯了吧？好，我们报一下。我7.06分抵达。所以慢几个分钟？7.09分抵达。7:00。28分抵达吧，现在28分。好，好了，下一站，下一站，我们现在已经累积一杯了，好棒哦，一杯，口很渴，一杯半，可能是酱油。下一站是那个50公里处，竟然用我的魔法对付我，你先走啦，再让你10分钟，再让你10分钟啦，再让你10分鐘。OK。哦，现在要等2分钟。我等他20分钟，他出去2分钟之后我就要出发了，所以他欠你18分钟。对，就是等一下最后完赛证明拿到的时候，我要先扣到里面的20分。哎、欸，现在要扣24分钟，不知道下一个补给站要再扣多久，傻眼。而下坡，刚等他等上坡，现在他等我等下坡，不公平。5、4、3、2、1 ，OK。7.06分就到了，现在是7:46，剩30秒出发。我在这边等了40分钟，哎，40分钟，我的总时间就是这样拉满的。没关系啦，等一下下坡了，第二个站我就赶快跑一跑，赶快回终点。10秒了吧？13、14、15、16、5、4、3、2。出发，一 ，Go！ 来到这边都会特别怀念，我们就称它为天母峰第一座抽筋坡。结束了，接下来下滑，大概持续了5到10公里吧，我记得蛮长的，应该会变很冷，保持安全比较重要。下雨有点可怕。那第二站有什么策略？冲，先冲再说。哇，全身都脏了，你看我的袜子，一半是黑的，一半是白的，湿透了，太脏了吧？等一下有地方洗澡吗？好累啊，我都骑到时速42了。看不到人，剩下6公里了。啊！可以，10公里。所以你刚刚还是有认为我先，如果我先来这，就我赢。我怕你这样想，我让你输的。心服口服，不用了，算了。你刚才飞刀，没有，我追很久哎。他追到最后一刻，我一直追到最后一刻，那个 V 就是90度、180度回转那边才追到他。你怎么那么快啊？好，我们结算。你8:30，8:37。哎，现在几点？8:37啊。8:37，但他真的很快哎。所以我应该是快一点吧？我应该在人群前追到他的。他在最后一刻要弯进来的时候才裁判，请给我们最打了一下屁股，那就各一杯啊。好了，陪你喝了，不用卖下微困啦。
反正你两杯我一杯，就出去打扰你。出来骑车不要委屈啦。好了，五十公里了啦。OK， 我们即将出发了，下一个目标是92公里的补给站。刚他已经连输两站要你加，我想得第三杯啊。要求要加嘛？对啊，会外赛，会外赛啊。这边输了就直接再加二哦。刚刚那一罐直接刷掉，没有多少嘛。那罐600cc，那个球太寒了吧，会落赛。所以下一站最输的人是直接两杯分吗？OK 啊，已经是一站一杯，一站一杯，然后我们下一站跳过两个补给站，所以是一有拉力吗？严重吗？我不会输啊，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心。现在50公里，92K 减 ，OK， 距离那个站还有42公里，大家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下雨的，加油！加油！认真骑的，走，不要让啊。好，我多了2分钟让给他，原本让2分钟，现在让4分钟，我是觉得没有差了，但没关系啦，就是意思一下，然后看看，因为我刚刚让2分钟，其实蛮前面就追到了。我们就算是有点陪公子连接，反正他也是希望可以那个再加码一场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还是让他就是有在玩的机会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你4分钟再出发，已经剩下20秒了。OK， 差不多了，出发了，加油。好 ，Go Go， 行。那、啊、你要让吗？还是10分钟？10分钟吧。OK， 9:03了，可以出发了，10分钟。这个目标42公里，希望我可以不用那么大力骑，因为里程比较长，对我比较吃香，不要一下子就很大力的追到它。92公里见，还有42K。天气变好了，可是也变热了，有点危险啊！终于骑完那段超级枯燥的田园了。哦，时速有40哦。92公里终于到了，10:36了。刚刚你几点抵达？二十分就到了。我好像27、28。我10:12抵达。我们的惩罚之战，这一站就由学弟获胜。所以现在是恭喜恭喜恭喜都有。学弟获胜是什么意思？其实他获得一杯那个苦茶。没错，它是香菜原汁。我刚刚没有没有这个东西，两杯一杯零杯。我刚刚香菜原已经在骑车的过程当中闻到了，真的假的？我真的没有发现。我后面这一段会失常，就是因为被香菜攻击。刚刚经过北斗的时候，蛮恶的。那物理攻击？那问一下，你刚刚是骑去哪？你的鞋子为什么会粘一堆草？你有跌到里面吗？你是不是从坟墓爬出来？你去扫墓是不是？你刚刚跌到里面是不是？我刚刚认真一直卡哎。怎么可能？92公里的补给站，我们已经抵达，吃的蛮爽的，剩下15公里了。今天蛮是考验的，因为刚下大雨，现在太阳超大的。对，最后是 OK 了。脸好像晒伤，好痒，好痛。你这样会晒伤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太久没晒太阳。好了，最后一段我们一起骑了啦，直接回去终点享受今天的美食。高肩搭配到终点，出发，耶！
过了107公里的纠结，我们最终该惩罚的还是要惩罚。上道具已经拿好了，苦茶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颜色算是没有那么浓的，它算是、应该算是比较清凉一点，清凉退火。今天那么热，然后这个颜色呢是比较淡一点。我有请他加一点糖、你没有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吧？哦是哦，我以为第二关的时候，对、第二关我赢啊。第二关我赢吧。好，好啦，直接先笑掉了啦。笑掉，笑一口喝是。我先。你两杯，好啦，那你。好可怕哦、这么大一杯。这么大一杯。哎，你不会怕苦哦，好强哦。嗯。它有点回甘。还可以，哎、你很强哎、你身体很好，因为你身体很好。我以前还会喝什么鱼腥草茶，还会喝鱼腥草又不会苦，然后还会喝苦茶，就是去啊，一次喝完一次喝完，我帮你准备这个啦，可以吃，先扎饼，先扎。不过比起喝苦茶，买苦茶的时候他有说你们要不要买两罐先扎，他怕太苦了，是真的。Oh shit！ 哦。怎么那么好喝的感觉？闭气！哎，看起来很好喝哎。好啦，你不是不会怕苦？他现在都憋气了。好啦，我们最终的完赛时间讲出来是有点丢脸的。五小时后面多少我都不敢看，五小时零几分吧。好像十，我好像十一还是什么？哦，那我应该差不多五小时十一。19，19。五小时19分。边骑边玩嘛。但我如果中间没有等人的话，应该四个。对啊，我的车表的那个时间移动时间是3小时0几，还是3小时20几？打雷雨。我的好像4小时整。哦，那等了2个小时，我整整2个小时都在等待。我现在用走的。你有用走的、我现在用走的。哇，我走了大概1公里吧。我今天没有用走的、好啦，今天的这个美利达彰化经典百 K 算是圆满落幕了。今年也算是，我觉得骑起来比去年好像好骑很多、我去年没有参加，我不知道。啊，是吗？你在问他？日月潭，那你觉得有比去年好骑吗？我觉得他都觉得很痛苦。没有，一开始很痛苦，一开始比以前都痛苦，是吗？然后后面全部都比以往更舒服。然后我跟你相反，我觉得一开始很轻松，就是今天整体感觉就一开始比较轻松，然后到最后大概60、70开始吧，我真的就没力气。我觉得我可能吃太少东西，我早上只吃了2个。我有看你的动作一直是这样。对。吹到上去，因为我发现我已经踩不上去了。我一开始出发的时候可以踩到43，哇！然后我到最后我剩下24、25。有，我有说我带30带你回去，然后后面转过去一直都看不到人，他就这样。不是，就头真的很酸，我就觉得我的头已经要跟我的身体分开，而且已经没有意识了。真的是太累了，最后真的没有意识在。真的很不错、算是今天天气还好，后面没有继续下雨，不然是蛮痛苦的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彰化美利达经典百 K 就到这边结束啦。感谢今天来参加这次赛事的两位伙伴。接下来明年，不是明年，今年底还有日月潭黄湖赛事，再次让你血池之战，你还有时间可以练一下。可以。好了，那我们影片到这边结束了。我是你家人 Dray， 我是天魔方西索，我是苏老魔。OK， 我们就下一集见，拜拜。